GPD XP 安卓掌机如何用手柄玩原神？首先打开游戏，插入右边的手柄，按下按键映射功能键，拖动手柄图标到常用游戏按键位置，这个根据个人习惯自由设置即可。 当然，最重要的是设置左摇杆移动，一定要拖动到对应的位置。接下来点击保存时按键功能生效，然后就可以用手柄愉快的游戏了。